唐诗咏、姚子定、黎诺义呢日为咗动画筹款，重现当年四叶草嘅剑击造型，仲同世界排名第一嘅香港代表一齐玩游戏，咁当然系输晒啦。但系最紧要系筹到善款啊嘛。诗咏早前喺马来西亚度攞完奖，嚟紧颁奖礼会唔会都信心大增呢？平常心啊，我自己好开心嘅就系可以同马明一齐攞啦，因为白色强人。其實我最開心是白色強人，今次是在今年第一次的獎項來的，馬明啦、我啦和鄭俊文都有拿，拿了四個，其實我覺得是對於白色強人這個團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，因為真的他們幕後花了很多的時間，這個獎是屬於他們的。我很想很想拿最佳劇集，真的很想，這個真的是唯一想讲出口，想攞最佳剧集。今个圣诞，诗咏话佢唔会去玩，要自己一个去闭关。今个圣诞节就会去出边啦，去泰国就会上一个堂啦，一个 meditation。咁其实系一个好大嘅训练嚟嘅，因为圣诞节即系每一年都系可能同朋友去玩啦。咁今年就会自己一个人出去上堂。咁我觉得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修炼嘅一个时候，可能。越嚟越發生機率好多嘢時候，都會覺得啊，可能最重要嘅未必係去玩，可能係同屋企人相處啊，去其他嘢咯。咁我諗住希望藉住今次嘅上堂，都希望可以了解自己多啲。